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柔。李玉芬是柯震东最喜欢的前女友。世界观 News 讯，台湾男星柯震东28日凌晨在 Instagram 与好友大飞、黄鸿轩和喜菜直播聊天，谈起真心话大冒险，彼此从网友提问中挑题互问。柯震东被喜菜问到最喜欢过去哪任前女友，他犹豫许久后坦言曾经有想结婚念头的是萧小姐萧亚轩，但最喜欢的是李小姐李玉芬。但被问到与李小姐的分手原因，柯震东选择不答，喝酒自罚，但仍表示是我还不够好。而喜菜被问到对谁有好感时，手指左边，被大飞提醒每个人显示人物框的位置不同，有可能指到大飞与黄鸿轩。喜菜吓到连忙惊呼什么，不是啦，因为选的是柯震东。黄鸿轩挑题对柯震东发问，是不是喜欢姐姐类的白富美，喜菜有没有机会。柯震东回答，我没有喜欢姐姐类的白富美，只是每个遇到喜欢的刚好都交往3年以上，代表是真的喜欢。至于喜菜呢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跟他认识很熟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如果会交往的都是很认真的。萧亚轩曾让柯震东有想结婚的念头。编辑张一佳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